黑西装，双手插在胸前，对镜头露出温暖笑容。艺人龙少华灵堂照曝光，旁边写着“戏如人生”。十八号上午开放给粉丝吊唁前，有艺人朋友先来了，假静雯黑衣黑帽，全身包紧紧，站在灵堂前，双手合十，似乎跟龙少华说了许多心里话。待不久就快闪离去，辛苦了。 还有跟龙少华同个剧组、演美丽人生的张明杰，也难忘拍摄时他的敬业。身体状况、精神状况都很好啊。像有时候我们跑会喘啊，他也不会喘啊，他状况都很好。很温暖、很活泼，然后很孩子气、很潇洒、很帅。他这次走的也很帅。 希望他一直帅下去。曾跟龙少华演父子的黄登辉大赞他永远都帅，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也来致意，他曾跟龙少华当过邻居。他跟这个左邻右舍哈都是很亲切的互动。那其他每次拍戏回来的时间都很晚，所以他其实工作是很辛苦。那我问他说：“哇，你拍戏这么累？”他说：“他乐在工作。”那所以那前后大概有。 一年半的时间，不光是明星名人，也有零星粉丝，因为热爱他的戏，决定要来送他一程。我因为他演的戏很逼真啊，他这样一走很可惜啊。龙少华的追思灵堂预计开放三天给粉丝，生前他留下无数作品，如今留下最后身影，也让粉丝无限感慨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